回去啊，你甲冰冷冻，啊这哦，待饲一落几啊，饲一落几啊，哦，八只落几啊。来，快过来，快。信坤，你两两日谈信宏的机密，你还能讲啊？你该讲啊，我照讲去。啊，无你跟恁照片来讲信宏啊？信宏这个身材比较大，那人家是看见你。阿松，包你再帮我留一份下来。好了，是这样，我跟你讲。你等一下。黑林啊，黑林，春节包几千块。来，叶辉。三百二。啊？三百。没事。对。都有一份，两份，五百一千，都一都一，好五百 ，OK 好，好，就是三百，五百五，五百五就好，好好 OK 好，好好好 OK， 吃早餐了吗？吃了吃了吃了，有我这边有喝的，我这边有喝的，好。黑林，来，黑林哦，来倒一把，怎么一包黑林那种？要先找今天，还我拜，来，你签的谁？预约推荐，这是谁的模？81183，怎么会不？好，我都没看到，都没看到，今天一下，我都没像诶，来听刷姐哦，你要下巴呢？下巴上包500块。快化解喽！我被弹去老中了。青鱼吗？哦，阿贵下巴谁的？小姐的谁呀？来500块。最后一个500，谁要吃的？关于下巴。高雄没有跑，不过系统说他想要。寿喜，我要寿喜的皮。好像寿喜。不过他想说星期六想要吃。来，大哥。我阿贵下巴不能。他说他这个星期六要去台南找地方。这赶快包装，无赶收人袂要紧啦吼。哇，还是哎，还青鱼最好结200块好了。要介绍妈妈，青鱼200块，同为青鱼200块。介绍妈妈，介绍妈妈，介绍给我。剩一杯1000块好不好？好，来了。哎，你的东西在后面。好，感谢。后面来。好。贵点来，我咱们选1000块吧，帅宇1000块搞来，我们四点500块了，咱们帅宇吧，我好，来这边给你们来，来帅宇给我，我不介意介绍有什么，来还有谁要选宇，格力来选宇，快去帅宇啊，500块，我来买好来，我要订单我好，哦，你走来了。啊！闭你了哦！我发几千？我发。不然没关系啊，帅爷了。别吹来。来。我还有，有。哎，还有谁要鳕鱼？鳕鱼都有了啊、哦。来。拿了吗？还可以解解。哦，鳕鱼老萝卜哦。鳕鱼。汤来了，汤臣帮你留了。来，我们这些多利鱼膏，咱们吃的，完全无骨无刺，都是用吹，用吹做成熟，做红烧，煮汤、煮粥都可以，完全无刺，刀片嘛好食。我分切了，较细用钱，用钱嘛好食好来。而且现在我全部饲一支鳕鱼，超市全年差不多1包800，2包300，3包500，这2包300块。
公里，行到拢在位了，这两百里也五两，两百了，啊，两百块，哎，多你来两百两百块来，那就可以了，哎。半截找你啊！今天没有丝木鱼，今天没有丝木鱼。哦。李伞的鳕鱼要留的话，等一下再帮你。多利来，多利，够我多利来。你知道你新王吗？有，还有，还有，看到了，还有。多利鱼、哦，最后一个200谁要？留下来。多利鱼啊、哦，帮你留了 ，Lisa 帮你留了。早起来。还剩这么多？500的举手。Lisa 帮你留了。1000的。好，结束。谢谢，共碗先拜。好的，好吧，来两百五。好了，他回家了。都先把贡丸呢，贡丸辛苦贡丸200块。哇，哎，这种一定会出现的流，我都不用担心。哎，别去蛤蟆箱哦，不辛苦我了。整只鲑鱼留一只。嗯。好，昌城帮你留。哎，阿妈两百块上来嘞！哎，今天有整只鲑鱼哦，帅儿子很少带整只上来。过来买蛤蟆不？还是你？蛤蟆够吧？过来买呀！小玉走。昨天风没办事，今天就比较早了。哦，我嘛想要来办，开一间叫叫喵喵狗，专门替猫仔收钱。猪型就是喵喵大将军，我爸好了，500块，我爸，你看那么便宜，500块来，我爸。还有啊，别个台啊，我爸好先买，先来我爸来掏钱买，好，来，好我来。那下钱给我，下钱呐，下钱不要啊，下不要呀。还有摸吗？有。啊，那么有钱的不？啊，人家好贵的哦。摸来50-500块来。1000。1000好。帮你洗腰哎。给我一点冰块好。好 ，OK。来，美竹走。今天在土城，玉婷早，哎，还有谁啊？摸的。8点从宜兰过去来得及吗？机震来不及。你8点从宜兰过来。好，500块来。来这边最不塞车也要一个半小时，不可能。还摸啊？还有谁要来？500块，来下来。哎，还有谁要摸鱼的？摸鱼够人还无？拢有啊吼！
四位摸完了。要游一圈过去，到咱们这游一圈的哈，游一圈再一收了，无啊，有可能啊。问题你讲穿烫差三八了啊，快炒对你用的，哦，哎，一包一公斤啊，到好你买两百块，两百两百两百了。哎，这是叫嘞。现在这个时间点，四十分钟到不了。可以一条啊，白带鱼啊，白带鱼，白带鱼啊，一，你听啊。来，要五百啊，三百，五百，我要都五百，五百的，还要吗？依然到五分，就算没塞车，四十分钟也到不了。来，来十六，刮不刮？不会还有？哎，我罢工。有。你别怪正爱收盐哦，嘿，个人买不来五百块。我罢工，我罢无人来哦。哎，贵三百块，今年要贵三百来。爱收盐大煎熬，这较无多空，两叠、四叠来、六叠来、八叠来、十叠、三百块来。来二四六来七来，来八来，来十来，来二四来六来八来十，来还是要白带鱼的，二四六来过来过来，白带鱼，要跑。来，别带来六地来，八地来，十地来，三百，来，别带三百股，等我哦，等我三千，等三。大哥是啥物话过来？伊嘞？哎，伊个果仁嘞？七百。今天有这样子吗？没有。来，我们这只波人买无？只车站这边搞了，这种正海有人买无？我问者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先买，有人要车站的过来，一人买三买，来去三买先买。那样开两千，我一买大概超过五百，大将开千五、千二，还一千块嘞。三买有一千块，车站，你加拉这个大买去三买嘛，一千块，三只也一千块，三买无？无啊，我搁倒转来，我问问，也无遐毛红条，遐毛红条了哦。来，我讲一下，我来。吃什么？有无？还是要吃鲑鱼的？哦，春啊鱼啊。你说什么？七星鲈。七星鲈哟。来一只两百，要几只？一只。今天有没有值班？今天没值班哦。没有。小明今天没值班。有没有七星鲈哦？我要河虾。七只啊，七只。哦，五只加火虾。海龙王几岁？跟我兄一样大，他大我四岁。自己加先卖，四十六。舅舅，什么东西给你？OK， 哎，这边跟这边八个人。舅舅，你刚刚不是说你有鲑鱼五百吗？还有什么？你还有什么东西要给你舅舅？只要虾饼的，来两百块鸳鸯虾饼，两百。不然么鸳鸯虾饼没来两百块，四八两百鸳鸯虾饼，两百。等一下，再看。我毛薯饼，今天毛薯饼呢？
薯饼啊，要下来，你要先回去。还有毛豆，薯饼跟毛豆两块。今天有水冰箱吗？没有，只有河虾。好，陈阿姨，好，陈阿姨。买两盒500块。先给他，等一下拿500给你。这个我发去。什么时候要去桃园卤煮？没有，下张几千小喝，下张几千老了来哦哈。买个什么鞋啊？买500块。啊，我包货，我包，等我哦。稍微下张不来了。哎，好，舅舅下张帮你留了。好，你稍微富贵一个，那么起来，你稍微有大位，我你该看，叫大位，一只三斤瓜，一只三斤瓜啦，水无，长期卖用收大位，4800，切了1块1块，用吹，头尾用吹，要一边用这個，一边用吹，你欢喜着，规张饺子，我即摆要食，想办法开1500，即摆要开1500，1000有人来无1000块，问即摆1500，要800。500了，500块。我三百拢我叫你1500了，来1200叫你1000，一只出700块了，不贵。1000块了，来1000块，三只拢我给1000。哦，我无了啦。无啦，哎，这五百无啊？有啊。五百无啦。讲咩？无啦。阿母会有难无？不会有难。有啦，拢有啦。哇，这还收过什么下卖哦？够。乖啊。阿哥来卖无啦？1500，收拢我去啊！现在1500，1500人来无？1000块，箱子袋子。我不要辛苦。大番薯在台中，去看龙王跑。来套 T U 鹅啊！谢谢。哎，你人家好板买提出来是大台布局。哎呀，卖坑在边啊，坑在边啊，人看无你咧。几位人钓人来无？几位嘛1000块了？这月几位1000？这只1000有人来无？1000块1500，这只1000。这只1000无吼，啊！这只较大只，这只1500，这只1500，这只1500，拢好去2500，拢好去2500，拢好去2000块，人来无？快些话声，套 T U 鹅啊！我你几位先到？这个无会太新。鱿鱼花先买下来，200块就好了。想个鱿鱼灰，等你穿上碟吧。来200块来，再比卡卡便宜一点。要不然偏那米是住哪里？哎，曾小林无石斑两条红条要变。无石斑只红条啊。对家己较好。会煮粥。你几来？来小龙早安。
条太大了。不会，哪会大？你出行嘛就好啊，好辛苦，得去控汤啊。来200块啊，谁要？鱿鱼花，200块。来啦，好。来鱿鱼花，过来200，好来来无？来200，鱿鱼花，再来。有人要吃鲑鱼的，再跟我讲啊嘿。来，有人要鱿鱼花无？我啊，不不少少。这毛豆，毛豆啦，薯饼啦，这薯饼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，这跟早餐店你用的同款？这一块的第20袋，我一袋想干嘛开30块？20袋开30块一袋啊！等于这块卖了袋，上摆我开600。等于气炸锅用油煎这料薯饼，能卖无？薯饼用什么做的？你知道？马铃薯。马铃薯啊！能卖？我这底下200一包皮啊，卖开600、500、400的，50块、100块你卖袂起3个？能卖无？买一盒300块了，300，我卖一口你一个啦，什么薯饼？薯饼200了。200块了，一袋剩10块尔，不然做早餐、做三明治、做汉堡了，你看你要毛豆搞啷个吃？哦，我问你啊，对啦，我们这边爱称阿姨帽子烧哇，哈，不讲哇，这主要袂讲，我讲袂一干其他事啊，干什么一直袂讲？袂个人变讲外面了，我讲一直袂讲，热过来热过。热狗先卖，下面热狗2包200块，来，哦，可以买一包吗？来，可以买2个，不可以买一包？不要，我要买一包。来，买个人来问能八，你家没有冰箱哦？冰起来呀。他问冰箱里面有很多人吗？慢慢吃啊。不要，慢慢吃不行。这个哪有什么新不新鲜？我要买一包。哦，这是长脚台，长脚台，太快了。为了卖哦，长脚台上新，上新啊！不能卖哦，100块，我用走。你要热狗了哦，100块。不能会走。对，我让来个胖子哦。来热狗老人办。好，这就帮你留了。要吃鲔鱼的，陈阿姨，这间鲔鱼要带鱼啊！来，兄弟早安。来我来呀！哎，要吃，鲔要吃啊！我讲到这，我还不吃了。那怎么吃？